工，大家好。我们一个人呢，总希望别人对我了解，别人对我认识，让大家呀知道我是一个好人，知道我是一个正人君子，知道我是一个很诚恳的人。那么因此我们做人呢，就要有树立自己的形象。如何来树立自我的形象呢？有四点意见贡献给各位参考。一，不要贪财、贪爱、贪嗔。就是一个君子啊，应该不要太注重这个财富，不要太贪图别人的这个好像爱情，自己也不要这个有这个贪嗔的脾气。第二呢，不要自大、自怨、自叹，因为一个人啊，常常有的时候自我膨胀，我很伟大啊，自我怨恨啊，这个怨天尤人啊，越这个内怨卷烧啊，外怨情忧，都不帮我的忙。不要自叹，不要叹息啊，我命运不好啊，我时运不济啊，不要这么慨叹。第三呢，不要无信无义无耻。一个人他的形象给人说啊，这个人没有信用啊，这个人不讲义气，这个人啊不讲羞耻，大概这个形象就很不好了。所以能够以不要犯了这个毛病，不要无信无义无耻。第四啊，不要富过富人富己。我们一个人呢，不要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栽培，所以忠心报告还是很重要。不要辜负别人啊，对我们的厚爱啊，这个社会啦、朋友啦、亲人啦，我们都不要辜负人家对我们的一番好意。不要负计，不要对不起自己啊！我是一个青年，我是一个壮年，我是一个老年，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是女人，我是一个公务员，我是一个家庭主妇。你不要辜负你的这个职务，不要辜负你的立场啊！不要这个对不起自己，这就是我们的形象。所以如何树立我们的形象呢？第一，要不要贪财、贪爱、贪嗔；第二呢，不要自大、自怨、自叹；第三呢，不要无心、无义、无耻；第四啊，不要富过富人、富己。